一个就行了。哎，妈哎，别刹车，几个让还行？这个一路，这个慢点。系嘛？嗯，系嗰条马鞭上嚟嘅。系啊，马鞭上嚟。你头足生啊？这条蛮肥的，这条马鞭。啊，我哋个龙仔贵哦。我夹到毒噶。夹到咧。夹到在哪？这个还生个一斤台咩？我都掹到佢啦，倒闭。好样啦，系啊。赶紧爬上我上高了。那我这个还幽默啊，是不？先管一条仔吧。爬上上高。啊？这都给你管，也行，给你管。你咋来的？是你。你想。你爬那里再管你的行动来了。这铁上高都干啊，上车。哎，你都恰恰的呀、啊！你搁到哪做？啊，恰恰的。搁到哪做？那好比离开我好比，对啊。恰恰的毒噶。我那里马鞭在哪里？我那里是海鱼，好吧么？哎呦呀，烂的哥啊，咖喱糕！收货。收货了，收货，收货。那老师的三角都得死的，这边没几下都。哎，这个马鞭，这马鞭两根，有这么肥，有这么肥，这站够没了？老是站吧，你准备让你下家的小豆？你要年纪这么大站的，有没有那个站长？那上次过来把用的，嗯。那不要五条干过劲子，要不断头不断头。那现在谁拿名牌呢？好不容易拐到条新的吧，第二个。好，真正的。反的，毛五条，毛五条，要给要拐到那边那条新的。剩下两毛呗，不对不对，你要是送个赞个哈，对呀对呀，五毛呀来呀，嘛用半杆子一样的汤头，反正呢，你个新广门都是个新的，你要过来头嘞，对啦，好不容易能过到你个新来嘞。掉地呀！原来石头地方都掉三种还行啊。地的话，要做的只有一种的。哎呦哎呦呦！啊，扣杆。不中了。哎。三条。还怪他自家写的。三十斤重。底条五斤重，底下两斤，这种还是不稳。豆豆，黑猫哈，怎么用？嗯，黑猫。啊。